今天给老公做的鱼香肉丝，直夸比红烧肉还好吃。切好的肉丝加生抽、料酒、蛋清、淀粉，用左手抓匀腌制一会，再来调一个鱼香汁，配比打在屏幕上啊，记不住的截图保存。热锅凉油下肉丝，五花蔬盛出，留底油爆香葱蒜小辣椒，放豆瓣酱炒出红油，再放切好的配菜炒软，倒入肉丝和调好的料汁，大火炒匀即可出锅。